视频前的朋友们，公益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。今天为大家介绍一个生活上大家都用得着一个锅巴六件事的套组锅，它是三组的。第一个，这是蛋把锅；第二个是它的双耳生锅；第三个是宽口的。三组，大家生活上都用得着，都在用餐煮饭的时候炖煮火锅。先介绍一下它的这个，这蛋把的这个容量是2.2公升的，这是生锅双耳，很好拿。那现在介绍这个。宽口的，它的容量有2500cc， 就是2.5公升左右。它有一个圆弧形的造型，它的导热很迅速，还有炖煮火锅都很方便。那它那个锅盖有一个透明的，这一看的话，我们就很清楚在烹煮的过程。今天谢谢大家，喜欢我的影片可以欢迎分享、按赞与订阅，谢谢。